5 to 6 years ago， 就大概5-6年前就创作了这首歌曲。然后其实大家听听的话，它其实有一点，因为我的曲子通常都是有一点中国风一点点。你像刚才之前听到的那个 Decaf Latte， 就听到一些中国风的一些旋律，然后有些旋律就比较韩国风嘛。所以我就看了韩剧，大概看了10多年。所以怎么有创作的灵感呢？ 怎样创作灵感？就是看了10年的韩剧，看看哎那些歌很好听，然后我就听，然后我就写出来。所以通常一首歌就大概第一个版本就大概我已经半个小时就可以出来了。所以这首歌也是大概半个小时就出来。然后我们就花就2个星期后再听听好听吗？2个星期后再听听好听。哎，如果觉得好听，然后就那个歌曲就定型了。所以现在接下来带一首戴乐的歌曲，现在次序有点乱。